第十題需考嘅題目，咁佢就話 O 係 center 啦，咁我哋就可以用 equal cot equal angle 啦。如果呢兩個 cot 一樣咧，你咁樣解開佢咧，呢 BOC 咧係等於 A 係等於 BOA 嘅 ，BOC 係等於 BOA 嘅，咁即係每隻都係120度啦。咁亦即係話咧，呢只係120度，而家佢要計嘅係呢只。好，咁因為 radius 係一樣噶嘛，一定咁即係話 OBA 係一個 isosceles triangle 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只120，我哋就可以計翻呢只啦，好容易。180减120就除2，咁即係每隻30度，所以20係 boy。